世界脉动，澳洲视角，欢迎收看 ABC 澳洲留学网电台，您的第一手 Visa 新闻平台。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Carl。您对澳洲留学移民投资有兴趣吗？欢迎您订阅我们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叫我们有新的 video、新的消息，你都会第一手取得最新的情报。OK， 今天是周五啊，周五呢，我们又邀请到了刘荣律师来到我们的频道这边。那这一集呢，我觉得会比较蛮特别的哈。之前我们讲到的婚姻啊等等的，还有离婚的，那这一集我们会 focus 在这个收养。小孩子收养呢，在台湾的法规和如果是国际收养相关的法规又是如何呢？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呢内容会比较多，不过我相信有些人有这个兴趣的或对这个方面有这个需求的，我觉得应该会帮助到非常多的人。好，那我们先请李律进来跟大家问个好吧。李律你好。大家好，我是李荣律师。OK 啊，那李律之前跟我们介绍非常多有关台湾的法规哈，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实用啊。那我也非常感谢李律的时间啊，跟大家这样子好好的一个讲解哈。虽然有些法条听起来不是那么的好玩，不过呢，我觉得这是很我们日常生活都会应用到啦。那我们今天要聊聊这个有关小朋友收养的哈。啊，那这现在的法规越来越多了哈，不像以前早期，以前农业社会的时候，某某人多一个小朋友出来，然后就归给谁谁谁这样子的。你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历史还有这个法规吧，台湾这部分的。好，我们今天要来讨论跨国收养的问题，那就跟之前一样，我们还是会先说明一下我们国内呢对于收养的规定。还有就是我们的社民法怎么来看跨国收养的问题。是，首先是我们的民法哈，它是这样，同样的民法是规定一般夫妻的收养啊，或是个人的收养。是，那司法院这个释字78号的释行法呢，它讲到是同性婚姻之后同性伴侣的收养的问题。嗯，好，我们现在讲一下民法的规定。是这样哈，民法上面所规定呢。收养是可以有三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单身，个人的方式。那第二种呢是夫妻，那夫妻的收养是以共同收养为原则，夫或是妻单独收养呢是例外，所以说这个例外呢也是第三种的方式。好，首先是首先不管是任何一种方式的话呢，它都有一些共同收养的要件。举例来说，比如说有收养人要比被收养人要大20岁以上，而且呢有某些的亲属是不能收养的，这本来就是你的亲属了，那当然你就不能收养了，作为你自己的这个养子女。因为法律上的收养呢，它的目的是要把没有血缘关系的人透过法律的程序让他变成了跟亲生子女或有血缘关系人相同的权利义务，相同的这个立场。因此呢，收养的对象一定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啊，这点要求大家注意。好，再来就是这是哪一年才有的？因为当年像我们还小时候听很多阿公阿嬷在讲啊，他们那个年代就是过来过去的，那当然一定都有血缘关系啦。但那后来是哪一年开始才把这个分清楚的？好，应该这样讲哈，我们以前的社会呢，当然有很多这种什么收养姐姐啦、兄弟姐妹的小孩来当做小孩的。是。好，但这个部分呢，它的血缘，我刚讲的血缘关系，必须要特别强调一下，就是这个血缘关系是必须由自己所产生的。意思就是说呢，我来讲一下哈，有些比如说有些男生女生呢，他们生了小孩，可是呢，他们没有结婚。会有这种情况哦，是没有结婚，是。好，那后来呢？等到这个这两个这个男生女生结婚之后呢，那这个小孩呢，原来只被登记在妈妈的是被登记为妈妈的小孩。这个爸爸呢，在法律上面呢，跟这小孩没有关系，但是呢，实际上是他亲生的。
好，那我哦，们知还有道这这样个子的小孩是 case。跟这个爸爸有血缘关系，跟妈妈有血缘关哦。系。这时候呢，爸爸不能够用收养的方式把这个本来就他的小孩呢，把他变成自己的子女，不行。法律上面呢，民法上面叫做认领，因此呢，那个是认领的问题，不是收养。所以呢，收养必须是跟，就是夫妻共同收养的话，必须跟这个夫妻呢没有血缘关系，等于说不是他亲生的小孩才可以。那刚才你所提到这个，以前这个对兄弟姐妹的小孩呢做收养的话，那是因为那小孩的确就不是由我们夫妻所出生的，哦，因这样此就呢，可以了。这样就可以。所以说哦。呢，这个因为这个民法是他从定的时候呢规定就这个样子，因此是没有改变。所以说呢，刚才您所谈到这些 case 呢，完全是符合我们收养的规定，没有问题。OK，OK，okay, okay, 理解理解，是。好，那我再继续讲一下，就是刚刚讲说一般的要件呢，除了说这个年龄，还有就不得收养的亲属之外呢，还有就是说子女被收养。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有爸爸妈妈的人，你被收养的时候呢，必须要得到父母亲的同意。这边讲的是成年人，也有成年人被收养的情况。哦。那如果是未成年人呢，又要分7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因为呢法律上他不能自己表示他的意思，因此呢7岁以下的小孩呢被收养的时候，必须他的意思表示还有代为跟代受意思表示呢，都必须由他的法定代理人来做。那7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呢，是要得到法定代理人的同意。那这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刚才我讲哦，成年人被收养的时候是需要得到父母的同意，可是呢，未成年人却是讲的是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或者代为代受意思表示，这是为什么呢？法定代理人的这个范围比较广泛，其实父母亲当然是当然的法定代理人，可是呢，有些状况呢，父母亲是不能够行使他的权利，这个时候呢，法院会指派监护人对未成年人进行监护。那这个时候呢，监护人也就是他的法定代理人，是。因此，在未成年人身上呢，会有这样的状况。那因为已经成年了，就是也不会有人指派监护人给你，因为成年人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行为，决定自己的这个要不要被收养。因此，他只要得到父母的同意就可以。当然，得到父母同意这件事情呢，还是有一些例外。这我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说。再来就是，如果说是夫妻。如果说今天你被收养的人，你是有配偶的，这个时候呢，也要得到配偶的同意。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是因为哈，我举例，比方说呢，婚姻当中的这个先生，他要准备被收养。那对于太太而言呢，她原来的婆家在被收养之后呢，就会从这个先生的原生的亲生的父母亲，变成了养父母。所以说，对于这个配偶来说呢，他的婆家就转变了。那这个婆家转变状况下，当然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就随之而发生。也许呢，就是本来没有婆媳问题的发生婆媳问题了。因此呢，法律规定说，如果是夫妻其中一方被收养的时候呢，必须另外一方呢要同意，这样子呢才能够完成收养程序。哎，好，这是我们我这边打断一下哦，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是一个成年人，然后又已经结婚了，还会要做收养这个法律的程序啊？好，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我们以前这个社会当中呢，很多人呢是收养兄弟姐妹的小孩。同样的，我们最近也碰到一个案件，是舅舅，他没有结婚，他单身，那他想要收养姐妹的小孩，所以说呢，那个小孩叫他舅舅，因为他这个姐妹呢有2个儿子。好，那这个小儿子呢愿意说当这个舅舅的养子女，因此呢，有这样的一个成年的收养情况。那我当然这个 case 当中呢，这个被收养的人呢，他是还没结婚，可是也有可能就是他已经结婚了，但是呢，理解，比如舅舅要收养，这时候呢，还是要得到除了被收养人本身父母同意之外呢，他的配偶也要同意，所以理是会有解发理解理解。那他的姓也要跟，如果是像你刚刚说的那个 case 的话，那他的姓要更换吗？关于姓氏变更的部分是属是。于收养的效力。收养之后呢，到底是要姓这个收养人的姓改姓收养的姓，还是维持他原来的姓？其实这可以由他们决定。
哦，这可以这样子的。OK，OK，、okay, okay, okay. 对对，这个决定不一定说，我今天不一定要一样的姓啦，不一定要改姓就对了。所以说这部分呢，民法上是规定这是可以选择的，因此没有强制性要求说我被收养之后呢，我就要改姓。像刚才这个舅舅，收养妹妹的小孩，那一定姓氏是不同的。对啊，但是呢，对对，要不要这个要不要这个改姓？那因为被收养的已经成年了，当不成年的话，没有成年的话呢，要不要改姓部分就要跟被收养的父母亲或法定代理人讨论。理解，理解，理解。嗯，好 ，OK。那刚才讲到这个是收养的一般的条件，那收养个别条件就是说，如果是夫妻共同收养，夫妻收养的话呢，就一定要共同来收养。不能够呢只有单独一人，或是只有丈夫来收养。好，那再来就是年龄的部分，刚才讲到收养人年龄要比被收养人年龄要年长20岁。那如果是夫妻共同收养情况，有一方呢，20岁以上，那有一方呢，只要超过16岁就可以了。这个是夫妻共同收养的特殊要件。Okay. 那讲到夫或是妻单独收养情况，就是说，他特别是说，如果呢结婚的时候呢，夫或妻已经有亲生子女，那结婚之后呢，希望呢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这时候呢，另外一方或是妻或夫呢，希望呢收养对方的亲生子女，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单独来收养，而不需要共同维持了。哦，因为那个本身也是他另外一方的亲生的嘛。对对对。哦、OK，OK，OK。比如像离婚啊，或者说呢，这个未婚怀孕生小孩之后呢，后来结婚了，那这个男方不是小孩的爸爸，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收养。这跟刚才我们讲的是那个小孩是他们两个人所生的，那就不能用收养，要用认可的方式，中间还是有些差异。哦，哇，今天的学一课 ，OK OK， 太好了，太好了。那最后呢，就是收养呢，一定在我们国内一定要经过法院的认许，因此呢，你收养的时候呢，要双方呢用书面签署收养的契约，然后还要附上一些相关的法院所需要的一个文件，一起递到法院去。那法院呢？他不只是说只是看文件哦，他还是会把收养人、被收养人或被收养人的父母或法定代理人呢，全部都传到法院来，亲自要问清楚说为什么要收养，收养之后这个权利义务是否都了解等等的。有的时候呢，如果说这个双方呢，或者说连这个被收养人的父母亲都不是很清楚这个收养的关系的时候呢，法院还会请他们去上亲职的课程，就收养的课程。等他们全部都了解这个权利义务之后呢，再来申办。所以说呢，其实就是法院在看收养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是非常慎重的。好，那上面讲的是民法关于就是异性夫妻的收养规定。那接下来呢，当然就是还是要提一下这个我们的同性伴侣他的收养是怎么样一回事。是。司法院这个释宪法当中呢，关于收养只有一条规定，在第20条。它是规定说呢，同性配偶如果结婚之后，一方有子女，另外一方没有子女，没有子女这一方呢，要去收养他方子女的时候呢，必须他方的子女是亲生子女。这个很特别，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刚才提到哦，夫妻可以共同收养没有血缘的小孩，或者说呢。夫或妻可以收养对方的小孩，那对方的小孩也不见得要亲生的。如果说呢，夫或妻原来的小孩呢就是养子女，因为收养完之后呢，他的权利义务就等于是亲生子女嘛，所以说呢，夫或妻呢也可以再继续去收养夫或妻，夫或妻他们原来的小孩。是，但是呢，同性伴侣不行，同性伴侣唯一可以收养的就只有。他方的亲生子女，就是同性伴侣不可以共同去做收养，同性伴侣其中一方也不能收养他方的养子女。那为什么会这样啊？我看过立法，是啊，那怎么办呢？如果原本还有孩子的，那怎么办？如果有收养的，对啊，对，原来如果说原来是收养的养子女，对不起，我们目前是没有法律开放的。因此呢，如果是同性伴侣呢，变成说可以在一起生活，可是呢，在法律的权利义务上面呢，他方的子女呢，并不是这一方的子女。
哦，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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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就要个是这样啊，归到另外一家去了。以前那边也的就啊，是我们但他如果是本来单，当然是，是。对，本来当然是希望说呢，既然是同性成为伴侣的，那有小孩的话呢，是不是在这个家里面一起长大？大是，家可以都是，比如说，都是爸爸，都是妈妈，好，那成为一个完整的家属。是，但是呢，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司法院呢，当时做出大法官会议解释的时候呢，他只有说，同性伴侣可以登记结婚，但是呢，没有特别强调说同性伴侣可以收养小孩。好，所以说行政院在定这个施行法的草案的时候呢，关于收养，他很谨慎，他没有一是。次开放到位。所以目前为止呢，就只有这一个规定，意思就是说呢，对方的是必须是亲子女、亲生子女，我们才能收养。如果是养子女，或是你们这个同性配偶想要共同收养其他人的话，是不行的。是不行的这点当对这点当然，同志团体们他们都会继续的努力啊，看看是不是以后这个施行法呢，能够做一些改变、修法之后呢，能够让这个收养范围能够扩大。是好，是是所以是说是。呢，我们的民法还有刑法当中呢规定，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理解理解，我相信这个应该也是跟一些国际的法规哈也有关联啊。那这边呢，我也很快的除了李律跟我们分享台湾这边的法规以外哈，我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澳洲那边怎么看。因为从澳洲那边来看的话，可以看到整个国际的方面哈。所以如果你人是澳洲的夫妻的话然后想要收养。这个台湾这边的孩子的话，基本上澳洲这边要求哈，它当然是双面的、双向的哈，也就是说澳洲那边的政府同意，然后台湾这边政府也同意的情况下，现在只能是澳方那边一定是结婚的一对才能去收养。如果你是同婚或是这个没有结婚的。可能就没有结婚，但是你两个在一起，男女朋友在一起很久，你这样子也是不能达到收养的标准哈。然后在台湾这边呢，只有两个单位是认可的，就是一个是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是叫这个叫什么儿福联盟，然后另外一个是财团法人中义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只有这两个单位是澳方现在跟台湾这边也已经有可以操作的部分了哈。那这边其实儿福联盟和这个中义这个基金会呢，他们也有他们的要求，我们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第一呢，他一定是要有结婚的嘛，you need to be married at least 3 years，所以你不只是马上结婚，马上就想要收养。台湾的孩子的话不行哦，你至少要结婚3年以上哈。如果是这个儿福的这边提供的哈，然后 you can't be divorced more than twice，你不能离婚超过2次。you can't be same sex or de facto couple，就是一样的，同婚是不能的哈。我相信这一点应该是刚刚跟李律那边这个大法官解释这个部分，应该跟国际有些法规好像还没有通，我觉得相对是有关联，因为。这边也是一样的嘛，澳洲这边也是同婚你不能去收养的嘛哈，除非你是自己亲生的嘛哈。You can apply if you're single to adopt，所以一个人的话是也这个是这个部分是，然后年龄的部分呢，一定是要50岁以下，他不能太他跟台湾这边他还有这个年龄不能太老哈。然后 age gap between yourself and your child must be between 20 to 50 years， 所以也是一样，至少20岁以上啦。那我50岁，我觉得很有点，他可能这边是意思是说，你如果49岁，然后你要收养一个2岁的这样是可以的哈。那当然还有一些这些健康的一些要求啊，还有你的学历至少高中以上等等的哈。那然后中义这边的话，其实也没有差太多，只不过说他只要求这个收养方哈，就是夫妻两人至少结婚要2年以上啊。那其他部分都是大同小异，没有变得太多了。那我这边也是很快的跟大家做个分享，因为我想我们今天我会跟刘荣律师聊到这一个题目，我觉得也蛮特别，因为其实常年来我在澳洲做那么多签证，也是有人问到这一个哈，他说可不可以我马上就是过给，比如说我现在是14岁的一个申请人，然后马上把我的名字过到。
我舅舅啊，舅舅有澳洲身份，那这样可以马上做吗？基本上是挺困难的哈，因为这个如果是这样子要跨国的话哈，可能要先回到原属国办完啊，比如说像台湾这部分的话，跨国的话，像我刚刚讲这部分，应该就要先回到台湾这边，然后把这些关系全部办完以后，然后才能在一起再过去澳洲。不过，如果你人已经在澳洲了，另外一方又已经有澳洲身份的话，我相信这个就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操作了。因为如果要跨国的话，应该就要按照他们的签证法规的话，就要按照像我刚刚讲的这种方式，那就变成只有小 baby 可以了。你一般如果已经超过四五岁、六七岁这样子，基本上是不能这样操作的。我不知道像李律那边的理解是不是这样子？对。我先讲一下，就是我们的社民法上面呢，关于跨国收养呢，它其实它的规定是比较简单的，是它只规定说呢，收养跟它的效力呢，收养跟终止的这个成立呢，它就是要看各该当事人的本国法。对，像您刚刚所说，如果是澳洲的夫妻要来收养台湾的小孩，是这个时候呢，澳洲夫妻是收养人。所以收养人的时候，你就要看澳洲的法律。对。那因为小孩是台湾人，中华民国国民，因此呢，小孩的部分呢，就要来看我们民法的规定，是不是可以被收养。是。那所以说它的规定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但是刚才看到您说哈，关于这个福联盟还有中义基金会的这个收养的这个要件这么的严格，那我相信是有可能的，因为呢，所有的收养刚刚讲过，都必须经过法院的认许。对，那法院呢，在认许的时候呢，他也会请我们所谓的社福机构去看看呢，这一对或这一位呢，要收养的收养人，他是不是单身的收养人，有没有什么的问题？是。然后呢，就是被收养人呢，他适不适合被收养？他被收养之后呢，跟他的原生家庭呢，是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全部都要请社福机构呢，调查完之后呢，做出一个报告给法院。法院才会来裁定是否准许这个收养。那如果说像澳洲人来台湾申请收养的话呢，因为呢小孩是台湾人嘛，所以说那个法院呢也是会做这样的程序去看，因此呢应该都不会太容易，更不要讲说呢我只是为了想要迅速取得澳洲的身份啊，在比如澳洲人马上结完婚，或说我的小孩呢马上就可以这个比如被收养，然后就可以成为澳洲人。的确，我觉得想要用这种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应该是不太容易。对对对，应该是没办法的，因为很多人问过我哈，我说，哎，我那么多年我在澳洲真的是有见过有澳洲的夫妻收养台湾的孩子哈，那都是很小的，都是那种才刚那个尿布还要继续穿的那种情况下才能收，我从来没有见过年纪比较大。那同样这边我再加一点，就是如果年纪再大一点的哈，如果比如说我刚刚讲，比如十四岁或者是十二岁，或者再小一点，可能七八岁，然后可以收养的话，如果这样子的法规成立的话，那真的会有那个外交问题会天下大乱了。那不是，那如果你在澳洲突然间把这个孩子收养完了，如果另外一方的父亲或母亲不同意呢，那不就变成这个国际糗事了吗？哈，就变成外交的问题，然后人到底是属那边还属这边，那就大乱了。所以一般来说，我完全同意李律刚刚的解释哈，不是那么容易啊，一定要有这些这个社福的单位等等的认证，然后法院认证才能走这个流程的。OK，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刘荣律师的时间，那也欢迎大家继续订阅我们频道。那我们接下来还会每周还有更多的这些信息啊。那如果任何问题，欢迎大家再留言给我们。谢谢观赏，谢谢李律，拜拜，拜拜。